中寮乡崁顶村爱乡农路，之前因为连续几日间落大雨，发生走山崩路的情形。伫地方乡亲欢迎之下，县长林明进甲机关廖义贤等人也前往会勘。初步评估，若是进行修复，将会需要开真侪经费。因此，县府就赶紧将这状况来报告公共工程委员会，希望中央会当来协助解决。因为近近连续几啊天落大雨，造成着崁顶村的爱乡农路出现着走山崩起的情形，道路严重损害，影响着地方交通的出入。尤其现在正是临近采雪季节，附近才阁有民体和地方乡亲相当的烦恼。即摆害去吼，啊，大家拢爱直接出入，临近啊足济也未收啦。啊，拜托讲吼，有关单位来干斗三工。有几下个雨吼，拢做这个网速吼，伫这个脚下面，啊，佮下面嘛有几下雨大吼，啊，去厝这若要佮做起来吼，伊行山落吼，规个山拢行了了吼，造成着人性命财产的安全哦。咱过去啊，中寮乡吼，啊，这山坡地啊，伊个土坝吼，都拢这个类似落高嘛，高这款的，啊，真够容易塌方吼，啊，地层下陷呐，啊，所以咱即摆这条这个爱乡啊，农路哦，下陷较严重诶。在地方乡亲来定情之下，咱们县长林静等人来到中寮乡实地勘查，看到地形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，那讲要修复，需要真侪经费，初步评估大约是4000万，嘛赶紧将情形来报予公共工程委员会，希望中央来协助抢修，甲是做本都，我们将会使赶紧通行。啊，来请中央哦。工程会来实地勘察好啊，进来啊，再来抢修做一个便道，和咱家农民来出入吼。啊，因为你啊，咱啊先抢修吼，把整个地形破坏掉吼，啊，工程会来看啊，就觉得不会那么严重，所以经费补助上会有所困难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保留现况啊，以最快的速度啊报到工程会啊，请吼工程会啊尽速派人下来会勘了。因为出入的道路受到损害，村民只会当小心来通过。嘛，希望讲相关单位赶紧来到协助，展开修复的工作，避免再来烦恼惊吓。记者林明新采访报道。